九州流浪的河口，让你心中充满爱，不让生命受苦，珍爱一切生命，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赵柔，字元顺，北魏时晋城人，年少时便诚实守信，只要是答应别人的事情，从来没有疑惑过，都会努力完成。竹筐，竹筐，卖竹筐喽！自家编的竹筐，30文一个。哦，挺便宜的嘛。我要这个筐。身上的钱不够，我回家去取，一会儿再来吧。嗯，好的。我要这个筐，正好装白菜，可累死我了。对不起，这个筐已经有人要了。哎，你不是还没卖出去吗？我多给你几文钱，就卖给我吧。承诺别人了，就不能反悔。你给我多少钱也不会卖的。哼，真不会做买。小兄弟，给你钱，你数数。给您。慢走。谢谢。谢谢你。哦，没关系。他为什么追您啊？这一言难尽呐。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送您回去吧。没事，不用了。我就在前面的槐树底下住。怎么把腿给甩了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竟然让那老头给跑了，难道还要我亲自出马吗？这是谁掉的呢？对了，一定是那位老爷爷掉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大槐树。啊！你是谁？你要做什么？说，金珠放在哪儿了？我
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说。哎呦，金珠到底藏在哪儿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也在找啊。好像今天丢在集市上了。哼，你要是敢骗我，等着瞧。对对对对，是我的，原来是你捡到了，快把门关上。哦，孩子，你可知道这盒子里是什么吗？嗯，是一颗金珠子。嗯，原来你知道，没想到你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能亲自送还给我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这珠子本来就是您的，我当然要还给您了。现在我有危险，你能帮我一件事吗？您说吧。你把这枚金珠送到清风镇，那里有个炼金的匠人，人称金人章。你把这珠子交给他，告诉他要珠联璧合方能得到秘籍。珠联璧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时难以给你解释，你就跟他说就行了。记住，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中，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！这我开门，快开门！嗯，不好，他回来了，我现在动弹不了，拜托你了，快从后门出去。好吧，那我去了。等一下。嗯。对了，金仁章左臂上有块烫伤的疤痕，一定要亲自交给他本人呢。开门，开门！这小子跑得这么快，我得先歇会儿。你刚才可看清了，确实是他们。看清了，一清二楚，他从老头的房子后面溜出来的，记住，一定在他那儿。快，我们快追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哟，小客官，你要再晚来一步，我们就打烊了。还有房间吗？哟，你来得真巧，就剩两间了。小客官，您歇着，有事儿吩咐小人。这枚金珠有那么重要吗？难道它有别的意义？二位客官是住店吗？不住店来这儿干什么？小二，我问你，刚才可曾有个小孩子过来住店？哦，有，你们是一起的？哦，不。我们本来是结伴同行来着，后来分开了。还有房间吗？哎呦，只剩一间了。二位随我来。这是怎么搞的？
还好。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老爷爷？是您让我到这儿来的，还让我把珠子给金仁章。金仁章，我就是金仁章啊。你说的珠子可是金珠？哦。托你送金珠的那个人可是住在金城的大槐树下。是这么回事。他是我的孪生兄长，早年我们一同拜师学习炼金术，师父临终将两枚金珠交予我们，说只要参透其理便能点石成金。哦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两人皆未能悟出其中道理，又都想将两枚金珠据为己有，最后竟然反目成仇。后来我们每人各取走一枚金珠，从此再无往来。原来是这样，现在有人打这枚金珠的主意，老爷爷为躲避坏人摔坏了腿，所以托我把金珠交给您。还好还好啊。哎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这珠子可能就落在歹人之手。举手之劳，不足为谢。老爷爷，那我告辞了。好，慢慢走。高，实在是高。我假扮的怎么样？太像了，连你师父的举止都学得一模一样。不对，我听师父说，除了要集齐这两枚珠子，还得知道口诀，才能得到里面的秘籍。那谁知道口诀？这口诀是炼金士世代相传的，我祖师爷只传授给了大师伯，连我师父都不知道。你大师伯就是大槐树下的老头，我们再回去逼他说出来不就行了？他肯定不会说的，他让那小孩把金珠交给我师父，那一定把口诀告诉那小孩了。对，没错，快去追那小孩。我好大意呀，这可怎么办好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金珠找回来。这小子都绑了一天一夜了，还是一个字都不说，真倔。把珠子还给我。快说，那老头有没有告诉你口诀？什么口诀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是说出来，我便放了你。我是不会说的。看来你是知道口诀了。你要不说，我就把你丢到山里喂狼。给你一个时辰考虑，我可没工夫陪你。
您是金仁章？是啊，孩子。是京城大槐树下的老爷爷让我过来找您的，并且让我把这颗珠子交给您。啊，谢天谢地，幸亏这一颗没落在我那猎徒手里。这颗是您的吗？对呀，昨天被我那不肖徒儿抢去了，你怎么拿到的？他们去抢老爷爷的珠子，老爷爷的腿摔坏了，托付我把珠子交给您，可是路上被他们骗走了，还逼我口诀，我趁机逃了出来。谢天谢地，不过我大哥以前生性贪婪，就算是遇上危险也不会将金珠轻易送给我的。难道大哥他想开了？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的口诀可是我大哥告诉你的？是啊，老爷爷让我转告您要珠联璧合。珠联璧合？珠联璧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。要想得到秘诀，必须得让两枚珠子合在一起，还有璧。就能悟出来得到秘籍的办法。你们在偷听？是你说话声音太大了，不小心被我听到了。大哥果然好计策，原来你故意放走这小孩是别有用途啊。把他俩绑起来。诚信。原来金珠里的秘籍竟然就是诚信。啊，怎么会是这样啊？我苦苦寻找的秘籍竟然是这两个字。天使成金不如一诺千金呐。为什么祖师爷说诚信是点石成金的秘籍呢？你有所不知啊，有的炼金师会在帮顾客打造首饰的时候，在金水里添入黄铜等物，由于技术娴熟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，然后按纯金的价格卖出去，欺骗顾客。哦，是这样。师父留下这两枚金珠，原来是想告诉我们，要做炼金师，就要恪守诚信，不欺骗顾客，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，更不能违背道义和良知。啊，我真是糊涂，却为了这两个字不顾兄弟之情，竟然手足相残。现在徒弟背信弃义来对付我，这都是报应，报应啊！师父，我错了，都怪我一时贪心，想得到点石成金的秘籍，结果我禽兽不如啊！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贪心呢？算了，我原谅你了。不畏艰险地来送珠子，真了不起。我父亲经常教诲我，承诺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。好，好。那我回去了，再见，老爷爷。请稍等，请将这个转交给我大哥。就说我在这里向他赔罪了。
信是做人处事之根本。赵柔后来为官，一直清廉自守，并常告诫子孙，做任何事都要守信，一言既定，不能一力动其心。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历史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礼拜88佛弘明宝忏护生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，日期6月19日星期六，时间下午2点开始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2，0722123232，0728202780，0728202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新逢晒经节，明净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，恭请慧信法师领众，时间7月11日星期四下午1点半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上师如此教导，为利益上中下根者，而在龙年秋季的第2个月第8日，在红岩谷传授此禅修教研之殊胜经曼。升起与圆满合一，有缘念与无缘念的修持指导。拉谢国王向莲花生大士问道：大师，祈求您赐予我们结合有缘念与无缘念修持的直指教研。如此说完，国王向莲师献上黄金曼达，并随着请法而进行一座会供。莲师随后便给予以下教言：嗡阿哄。这是认清三种子字身与意大印的教言。
不论你留住在什么地方，你所在地方就是闭关处，你的身之山岳，此处住着隐居的修行者，你的心。首先，观想自己为本尊，在一刹那间意念起完整的本尊身形，认清此身形，连同其色彩、法器、颜饰、衣着在内，其栩栩如生的显现，即为报身。认清此本尊身形，即为化身。虽然能看见，却不具实质，不是由任何物质所组成。当你如此观想时，认清你的心不是千变万化的念头，而是法身，并且它保持明澈与无念，有如不为风动的酥油灯焰。认清所观想的本尊，除了可在你视其为本尊体性的心中找到之外，无法在他处寻获。接着，以身与意加持此本尊，观想在你的头顶上有个四幅的法轮，其上有白色的翁字，认清其为一切善事身的体性。观想在你的喉间有四瓣的莲花，其上有红色的阿字，认清其为一切善事欲的体性。观想在你的心中央有个十字的金刚杵，杵的中心有蓝色的哄字，认清其为一切善事欲的体性。Thank you.